請問單 case 齊了未啊？冇寫漏喎。得，齊曬。小姐，你鬼鬼祟祟影咩啊？影咩唔好啊？影你哋喺度偷懶咯。麻煩你身份證，而家要 check 下你部手機。check 咩啊 check？ 我同我 boyfriend 啲親密相唔想俾你睇喎。小姐，請你合作啲好喎。唔俾你睇咁點先？係咪拉我啊？阿 Sir 大曬啊？係啊，因為我最大。阿 Sir 話要睇要睇，再嘈過你阻差辦公。你哋而家喺度做緊嘢咩？喂，999啊！我而家要投訴，有兩個警察喺度蛇王喎。有咩環境啊？係啊，而家佢哋仲要喺度懶去 check 我身份證，又懶去 check 我電話咁啊！唔好理啦，做嘢走。喂，唔查啦，身有屎啊！而家，喂，你啲伙計走曬啦喎，係咪你通風報信啊？你哋次次都係咁嘅，我以後唔會再叫你哋外賣噶啦。做乜事咁激動啊？你睇下。个三文治冇咗忽噶，好似俾人咬一啖咁啊！算啦，我谂咩事啊？我啱啱睇完警察通例同埋程序手册，原来佢哋冇规定警员喺边度写佢嘅 notebook 嘅，而咁啱便利店咧，亦都系佢哋行必嘅路线里面，所以擅离职守呢个投诉系唔成立 ，no fault。但系净系冇礼貌呢样嘢啊，已经冇得倾啦。又有录音，又有 CCTV， 就算个靓妹真系几招积啊，个警察都唔啱啦。投诉放已经拾咗佢噶啦。投訴成立，通風報信就得啖少啦。999都未查到佢哋位置喺邊度，仲唔知佢哋係邊個？點通風報信啊？就算真係通風報信啊，都唔到我哋理啦，都唔係我哋職權。至於查手機咧，投訴課話警察覺得幫兒鬼鬼祟祟又可疑，所以有理由查佢手機。佢哋銀十咗個投訴，你點睇？銀十即係銀 substantiated， 無法證實。一般嚟講，投訴警察課將個案全面調查之後，就會將指控分類。一般嚟講有六類嘅，包括獲證明屬實、未經舉報但證明屬實、無法完全證明屬實、無法證實、虛假不確或者並無過錯。哈哈，喺度偷懶仲唔俾我影到？我你影咩啊？我第一我冇喺度偷懶，我睇 case file。第二 case file 係 confidential， 唔影得嘅。我就睇下你影咗啲乜嘢。喂！喂，全部都是外賣仔上嚟嘅。嗱，你千祈唔好亂咁諗啊！我影低佢啲相，只不過覺得佢啲衫襯得唔錯咁解嘅咋。哦，係啊，我一定信你。嗱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冇權睇我啲私人嘢噶。我咩冇權啊？我同你講啊，而家我懷疑你影咗我啲機密資料啊。我啱先同秘書長研究完便利店單 case 啊，連個警察要查 Bonnie 嘅手機嘅理據啊，都唔夠充分。何况你呢啲咁嘅鸡毛蒜皮嘢？咁佢攞住个手机，又影警察，又影收银机，我点知佢唔打劫先？警察唔影得噶，嗰度咁大，点知一定要影个收银先？咁多解释唔到嘅理由，所以我会建议呢个 case 由银十转为 law 负十。其实如果指控被列为无法证实，意思系话指控冇足够嘅证据去支持，就住事实嘅裁断方面唔可以有一个肯定嘅结论。不过如果指控被列为无法完全证明属实咧，就唔同啦。其實是指緊有關的指控是有一些可靠的證據去支持，不過證據又未足以可以完全去證實指控，所以如果一個指控被列為無法完全證明屬實，其實是指有關的警務人員行為是有一定的過錯的。卡姐，又說他錯了，以後不叫他外賣的。咁塊麵包真係冇咗忽，佢冇得賴嘅喎。就算我當係你食咗啊，或者係佢食啊，咁佢都係有責任㗎。不過咧，我好大方嘅，當俾次機會佢咯。